就是如果情侣来会怀孕。你知道两边都没有都那个。这个太安静了。我们节目可以。谁？有人肯定在笑哟，可以。去到那个全美戏院。严正发师傅，老师傅，我应该叫他艺术家才对。啊，原来画电影看板这么难呢！这个坚持，他其实一直没有放弃。这次真的进来跟着我们的严正发师傅画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，哇，真不容易。而且师傅真的很坚持，你看他连穿的衣服啊，都是格子。那个时候比较担心那个师傅会生我们的气，因为我太吵了，我们太吵了。哦，我也只画这一块而已。六块，一直去找师傅，跟师傅聊天，想要从师傅那边知道多一点什么，还跟师傅聊说，师傅有交过什么女朋友？问一些五四三没礼貌的问题。对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我这个其实是要跟着人家说玫瑰红家。玫瑰。红家 A 再加黄，好，加点白的就全部家。本来有戴的，戴着口罩我表姐。今天有次我表姐挑上你的口罩啊，然后我跟你说，然后因为那个戴口罩，他说你在睡什么？在睡口罩。然后大家想说为什么？他说有一次啊，我就当戴上这个粉红色的口罩，然后整个就回来，表姐亮起来。因为我就说，我一定要写在我的台子里头。叫表姐，你就是如果情侣来会怀孕，真的啊？你坐在这边吧。对，不是，你说天地为证吗？对啊。对，你知道两边都没有，都那个。这个太安静了。不小心聊到深夜话题。我们节目。可以。谁？有人肯定在笑哟，可以啊。哎呦，有痛了，痛了，痛了！你不要痛了，等下楼下房客。哎，奇怪。你等我，我一定可以解决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